同学们上课了。我们上一节讲了肾经的主要生理功能，讲了肾藏精，肾精的生理功能一，促进生长发育；二，促进生殖繁衍；三，具有化生血瘀的作用。它第四个功能，抵御外邪，具有抵御外邪的作用。中医学在论述肾经具有抵御外邪这个作用，是从肾经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这个角度来论述的。那么人体的生命基本物质充盛，意味着人处于阴平阳秘、阴阳和合的正常的健康状态。它表现为人体的抵抗能力强，把这个作用归于人体正气的范畴之内，就人体所有的生命机能，将来讲什么叫正气，再讲发病机理，说进一步定义，在这里理解正气就是人体生命机能的总称，它表现出了生命机能各种各样的能力，维持人体的健康。中医学把这种作用用正气来概括。那么人的正常生命机能，其中能够抵御外邪，就防止外邪侵袭，就是正气之一，正气作用之一。就这个意义讲，肾的精是基本物质，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机能的重要物质之一。也就是说，它在维持人体正气当中具有重要作用。就这个意义讲，肾精具有抵御外邪的作用。我们今天的理解，这样来理解，它的本意，《内经》有一句话，在温病学里面也讲到了，叫冬不藏精，春必避温。我们现在中医基础理论讲肾经具有抵御外邪的作用，最早的理论源头就源于冬不藏精，春必避温这样一个原理。说冬与肾相应，肾经我们刚才讲到肾经藏五脏六腑之精和生殖之精，那要闭藏起来，贮藏起来，供人体生长的需要。说人在冬季的时候，肾精不能够闭藏，不能够储藏到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这样一种状态，使它不能充分发挥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这样的作用，也就是说维持人体正气的一个作用。是春必病温，到了春天常常出现各种温热性疾病。最早的肾经能够抵御外邪的理论源头就在于此。那么这个理论源头，它是讲肾脏在冬季时候如何和冬气相适应，怎样能够保障肾经的功能正常，维持机体正常的生命机能，而不发生各种疾患。按照温病学，温热病将来进一步讲，为什么
东部藏经春病温。我们这里取肾经和病温这个关系，最后都去掉，取肾经和病的关系，理解为肾经与疾病发生有关系，肾经充盛，这可以正气充盛，那就可以免疫外邪的侵袭，就这个意义讲来理解它抵御外邪的作用。同学们听起来不像我讲前面那逻辑上那么严密，引入了好几个概念，那这里仅仅出现从它的源头来理解，理解一个东一个概念，四时的概念，一个肾经的概念，一个还有一个春的概念，还有一个病温的概念，就逻辑上是跳跃性的，仅仅就是判断性，就这样认为。即使将来学习温病学，学内经，无论历代医家怎么注释，也缺乏逻辑的严密性，这也体现出来中医学理论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就是古人已经把这个科学命题提出来了，古人并没有在理论上进行严格的逻辑论证，但是这是事实，它却有指导临床实践的作用，无论在养生防病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可以认为是真理，只是在理论上没有充分论证，没有充分说明，很令人信服的论据论点推理很严密，这也是科学，就这一讲，这也是科学发展一个规律，就是说人们通过实践概括科学事实得出了一个结论，但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能用原有的理论把它说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实践与原有的理论发生矛盾，原有的理论并不能把科学事实新的科学实践完整地进行解释，这个时候出现了实践和理论的矛盾，那就首要的条件是要需要理论进有突破性的发展来解释一个实践。我刚才讲从肾经，从生命的机能，从正气这个角度来论述它，也介绍了那么冬不藏经春不病温这样一个原理，都不能够很严密地论证这个结论，回答为什么肾经能够抵御外邪，但是它却有指导实践意义。我们现在在中医历代的文献养生房养生学里面，现代的养生实践当中，人们把补肾吃补益肾经的药物，补肾天经的药物，作为提高自己的生命力，作为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一个重要手段，实践证明是有效应的，产生正的效应的，那这实践告诉我们这个结论是对的，仅仅是从理论上阐述，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还不太令人满意，这个问题就留给同学们进一步钻研，希望同学们就这个问题撰写文章，对古代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梳理，最后达到挑分理虚，真正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得出结论，最后论证肾经抵御外邪。第二个功能叫肾主水液。什么叫做肾主水液？肾主水液又称作肾的气化作用。肾主水液是指肾调节人体水液代谢的作用，
也可以说肾主水液，是指肾具有主持调节水代谢的作用。后面进一步表述了，加了一个主持，强调的是肾在水液代谢当中的作用，特殊作用。把这句话能说起来，很通俗的讲，肾主水液就是肾调节水液代谢。第二，讲一讲肾主水液代谢的机制过程。在这里面大家注意，讲这个定义的时候，讲气化这两个字，说气的运动变化称之为气化。我们前面反复讲了一句话，说机体就是一个不断发生着的升降出入气化过程的机体。而这呢，在肾主水液里面又讲了个气化，这个气化这个术语，肾的气化术语和前面有什么区别呢？注意这里讲肾的气化作用，在气化里面前面加一个限定词，这个肾的气化作用就限定为肾调节水液代谢的作用。那么具体肾调节水液代谢的过程和机制，一，它的基本机制，肾调节水液代谢是通过肾阳对水液的蒸腾作用，或者说是对水液的气化作用而实现的。这个机制里面强调了肾阳气在水液代谢当中的作用，这个机制。请大家看这个示意图，我们前面讲过了肺脾在水液代谢的作用当中的作用，在讲肺主行水脾主运化水液的时候，都讲到说肺通过速降作用将水液代谢产物那个浊称之为浊，通过三焦下送到肾。在脾主运化水液的时候也讲到脾通过它的气化作用，运化水液的作用也就是气化作用，将有用的水液津液经过转输作用上送到肺，将暂时不能利用的水液也可能定义它为浊，通过三焦到达肾。由此肾在水液代谢当中的作用过程，第一，它首先接受由肺由肾下输而来的水液代谢产物。二，经过肾脏本身肾阳的蒸腾气化，将它所接收来的水液代谢产物一分为二，分为能够再次被机体利用的和不能为机体利用的。能够为机体再次利用的，我们规定它为氢；不能为机体再次利用的，我们称为浊。由肾的气化作用所产生出的能够被机体再次利用的氢，由肾的气化作用经过三焦上输到肺，由肺的行水进入肺的水代谢调节过程。不能够被机体利用的最终的水代谢产物那个浊，通过肾的气化作用进入膀胱，
有膀胱的气化作用，形成尿液，最终排出体外。说肾调节水代谢的过程就是这样的过程：一，接收由脾肺下输而来的水代谢产物，我们把它定为浊。这个浊经过肾的气化以后，进一步将浊又分出清和浊。这个清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浊中之清，就可以再次被利用。经过肾所气化所产生的那个浊属于代谢产物，那么最终代谢产物我们可以定义为浊中之浊。浊中之清经过肾的气化蒸腾作用上升到肺，由肺进入肺脾肾的循环，而最终那个代谢产物浊中之浊就通过肾的气化控制膀胱的气化，由膀胱形成尿液排出体外，维持体内外水代谢的平衡。在此，肾的气化作用控制了膀胱的开合，它贮存尿液，排泄尿液，所以膀胱的开合是调节人体内外水液代谢平衡的一个重要机制。就这个意义说，肾脏主水液的作用，在调节人体水液代谢内外平衡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称肾为主水之本，说肺为水之上源，说脾为治水之脏，肾为主水之本，强调它是调节水代谢的根本。我们解释这个定义的时候，解释调节水代谢定义的时候，进一步说它，提到一个主次和调节，用主次这个概念就处处强调它的水代谢当中的根本作用。到了肾这个阶段，那么它和肺和脾联系起来。那么到此为止，我们从肺脾肾三脏，肺代表了上焦，脾代表了中焦，肾代表了下焦，从上中下三焦以肺脾肾为代表，讲述了人体水液代谢的过程和调节机制。这三者，肺主行水，脾主运化水液，和肾主水液，是调节人体水液代谢的最主要的机制。就五脏而言，脏腑而言，就是最主要的脏器，脏腑。除了这些之外，参与水液代谢的，我们前面讲那个肝要参与，那么后面讲六腑中还进一步讲大肠小肠要参与。也就是说，人体的水液代谢的调节是以肺脾肾为主要调节机制，并且又与肝、小肠、大肠、三焦等多个脏腑共同来调节，仅仅是以配肺脾肾作为主要的机制而已。这样一个原理决定了中医学调节水液代谢失调的病理变化，就必然主要是调节肺脾肾。
所以治疗水肿的时候，从肺入行水这个理论派生出发汗利尿发汗法。那么肺宣发汗速降，它有尿，但是这个尿发汗利尿，尿就和肾浊有关系。脾叫健脾燥湿，肾表现为利尿，它主要是靠控制膀胱的开合利尿。这些治疗方法都是针对调整肺脾肾，或者调整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治疗水代谢失常的目的。这个示意图和同学们需要完整的把凡是参与水代谢调节的脏器讲到六腑以后，那么再进一步来回头同学们来看这个示意图，这是一个完整的示意图，表示水代谢的所有调节机制就在这里。至于内经里面讲的说肾为水脏，那个是不仅仅是从肾主水液调节水代谢而言的，那个是从肾属水，在五行属水，从这个意义来讲的。第三个功能叫肾主纳气，所谓纳就是受纳固摄的意思。肾主纳气是指肾具有摄纳肺所吸入的清气而调节呼吸的作用。简单的说来，肺主纳气就是肺调节呼吸的作用。这个纳气讲它的机制，我们从它功能来定义，就是肺调节呼吸作用。那么进一步来描述这个定义，把它机制都揭示出来，我们定义它是指肾具有摄纳肺吸入的清气而调节呼吸的作用。第二，我们讲肾主纳气的具体作用过程。肾摄纳肺气，肺吸入的清气，也就是说只有肾的摄纳作用正常，才能保证肺的速降功能正常，肺气不断地进行正常的速降，使吸入清气下归于肾。那么肺是主呼，肾是主纳，一开一合，一阴一阳，阴阳相交，呼吸乃和。就是我们在讲肺的呼吸作用，曾经强调说中医学调节呼吸的过程主要的脏腑是肺和肾，肺气必须速降下降于肾，肾气必须摄纳肺气，而且两者呢一呼一纳，处于阴阳和合状态，才保证了呼吸的生理过程是正常的，我们称之它为呼吸调匀。这就是肾调节呼吸的作用机制。中医理论还认为肾所以纳气，是肾的风常作用所决定的。什么叫做肾的风常作用？我们将来在下面肾的生理特性的时候进一步来论述它。这里一同学们要知道说肾主纳气的机制是什么，是肾通过自己的风常作用而实现的。怎样实现的？它要不断地摄入肺所吸入的清气，条件是
细入清气，肺之素，表象肺的呼和肾之纳，一呼一纳，阴阳和合，不仅要相交，而且要相合，和合，这个情况下，才完成了调节呼吸的作用。这一个理论，它不仅在理论上解释了人的呼吸生理，而且在实践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讲呼吸生理的时候，治疗呼吸功能异常，这个呼吸功能异常载之于肺肾的功能异常，就肺主呼肾主纳的功能异常，因此在治疗的时候从调节肺肾入手。说出病在肺，久病在肾，说出病治肺，久病治肾，这个原理就是根据肾主纳气的作用而推断出来的。那也就是换句话说，这就是肾主纳气这样一个作用，或者说称它是一个原理，它的指导实践的意义。上一节我们曾提到说，肺气虚补肺汤，将来学习方剂的时候补肺汤，那里面还有补肾药物，为什么呢？从那一个例子也说明了肺肾之间的关系，肺肾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问题讲肾的生理特性。第一叫肾主闭肠，我们上面讲肾脏通过它的摄纳作用，就封藏作用，来实现纳气的作用，通过这个机制实现的。那么肾主闭肠是肾脏的一个生理特性。什么叫做闭肠？闭肠又称封肠，就是封闭贮藏的意思。肾主闭肠这一个特性旨在说明肾所藏那个精始终保持封闭固藏的状态，就肾脏本身始终保持封闭固藏的状态，才能够使肾精得以贮存于肾，肾才能完成贮藏先天之精和五脏六腑之精的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是通过肺闭肠这个机制来实现。这是一。二，我们前面讲了说肾精在生长发育生殖和维持全身脏腑功能正常进行当中的特殊作用。那么肾精要想发挥这样一些作用，必须保持肾精充盈，肾精要想充盈，必须是肾维持在固密状态，封藏状态，否则肾精随时无故流失，就难以保证生命活动需要。就这个意义讲，肾的特性要始终保持在具有封藏的状态。这样一个理论，它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它强调了肾精一要充足，二不得无故流失，就珍惜肾精啊。
这种思想在中医学历代文献当中，特别是在养生学当中，有一种学派，它的主导思想叫喜经，叫真喜肾经，形成了养生学里面一个调经学派，或者叫养精学派。这个养精就是补肾，所以形成了补肾是防止衰老一个重要手段。这是一。第二，得出来一个重要的原理，叫肾经一秘而不露，一藏而不泄。这个原理体现一个什么思想呢？肾经必须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身体，他还要求他必须是秘而不露，藏而不泄。是不是矛盾呢？既要疏泄出去以备不时之需，源源不断地供给生命活动需要，这又强调必须藏而不泄，秘而不露，是不是矛盾呢？这个秘而不泄，藏而不露，只是强调肾经不可以无故的流失，不是指肾经只能避藏不能遗失，而恰恰在性和生殖的功能，调节性和生殖的功能的时候，那么肾所藏的那个精表现为男性和女性在调节性和生殖的时候，那个必须是泄，月经应时而下，男子精气一泄，仅仅是强调保持十度，秘藏到十度而已。正因为男的精气经常处于在一泄状态，女性的月经要经常的维持到应时而下，总的趋势是一个下的趋势。根据这个理论推出来，肾病虚多实少，古人讲究肾病虚，就肾病多，肾无实症。我理解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多虚少实，不能说肾无实症。那诸病方后论里面许多论述也否定了肾无实症这个结论，那我们今天的实践也是如此，只能说你正确的理解肾无实症，理解为肾脏的由于肾经这样一个特征，它有封藏这样一个特性，决定了它经常进行一泄这样一个属性，根据这个趋势提出来应该注意封藏，它决定了它的病理状态是虚多实少。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喜经，强调补肾，这个思想，中医学这个思想也受到了中国的佛道儒，佛学儒学道学受到道学理论的影响。同学们将来学习养生学的时候，特别是要钻研道学关于养生学的贡献，他那里突出的贡献强调保肾，强调喜经，这个思想也体现在我们中医学里面，我们强调肾经一藏不一泄，说肾经肾髓为人生命的源头，为生命的根本。我们在后面讲肾阴肾阳的时候，进一步讲说肾阴为阴神诸阴之本，肾阳为阴神诸阳之本，这是从封藏这个特性讲它的作用。
这里面记两点，一，肾经要作为维持它的正常生理状态，必须肾经的特性表肾脏保持在丰长的状态。二，在病理上有个著名的论断，肾无实症，能够正确的理解肾无实症的实质，应该理解为肾病多虚少实。因此在治疗上，将来同学在学习临床课的时候，讲诊断学，讲我们后面讲病理学，将来在临床学里面想到肾的病理变化是什么，多虚少实。因此在指导治疗的时候，对这肾脏阴阳平衡的调节常常是补多泻少，补虚多泻实少，通过肾主风长这样一个特性，它提示了我们要注意到这些。那么具体说来，肾风长这个特性反映出来生理功能，它都风长什么呢？它藏精纳气，主水固态。从肾主风长这个特性这个角度来进一步来论述藏精的作用、纳气的作用、主水的作用、固态等等的作用，固态固精的作用。只有保持正常的风长状态下，那么才能执行这些功能。就这些功能反映出了一个特性，肾是主风长。二，肾主一身阴阳。这个我们前面讲曾经讲提到命门学说这个概念，这是源于命门学说或者说肾命说。说命门为人体生命之门，在生命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命门的真火就命火，我们现在中医理论现在认为与肾阳等值，命门真水与肾阴等值，它是生命之门。就这个意义讲，肾阴肾阳为人身诸阴诸阳之本，强调肾的阴阳在人体五脏系统当中阴阳的重要作用。这个理论从另外一个角度强调了，说久病必屈肾，必穷肾。无论什么疾病，从哪开始，五脏系统最终总要归结于肾。为什么？肾阴肾阳为阴身诸阳诸阴诸阳之本，穷于肾以后，那么进一步加剧了原来脏腑的病症。这也是为什么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常常要从热肾入手入道理之一。看这个示意图，那么肾主一身阴阳这样一个属性，我们就记住肾是人体阴阳之本就可以了，讲肾在人体阳气阴气阳气的重要作用。这里面涉及到肾精肾气、肾阴肾阳这样的一个关系，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这个教材里面持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常言肾所藏的精是生命基本物质之一，从形神之间关系来看，那么肾的精气属于形，属于形，也就是说肾脏生理功能的物质基础。这种形转化为神，转化为神就是肾脏的生理功能，把它定义为和气和精相对，和精气相对，规定它为肾气。
大家注意，前面我们讲气是世界的本源，是物质，这加了一个限定词肾气，和肾精相比较，肾的精气和肾气和肾精气相比较而言，我们定义它为肾的功能，它是通过精化为气，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由物质基础转化生理功能。在理论上，为了肾素，肾所反映出来的功能，一分二，用阴阳的属性一分为二，又推导出肾阴和肾阳。肾阴是人体阴液的根本，那么按照阴阳的分类，那么肾阴就是指肾脏功能具有濡养作用，表现为有阴属性那部分功能，概称为肾阴。相反，具有温煦作用那部分功能，我们就概称为肾阳。那么肾的阴阳处于阴阳和合互根的状态，这个示意图表达了肾精，或者叫肾精气，肾的精气，精气它俩是同义语。那么肾气功能，物质和功能，形和神之间的关系，把这个神用阴阳这个属性一分为二，这个肾阴肾阳是个泛称，是肾脏功能的简单的阴阳分类，凡是具有阴的属性的功能，通通称之为肾阴，凡是有阳的属性的功能，通通称之为肾阳。这就是肾精肾气肾阴肾阳的关系。关于这样一个关系，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我写这本教材今天给大家讲课，就是依据我这样一个想法来这样的定义他们，这样来算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属性与我们讲心肺脾肝相类，那么它与冬气相适应，因为同属水系统，表现它这个性质，肾脏的功能的性质与四时之冬气化相通。在这里面复命门，关于命门，前面程前田道提到过命门学说，这是明清之际，明清之际你在藏象学说里面一个重大贡献。关于命门的位置、形态、功能，历代医家有不同的学说。这在我们本科的学习过程中，不要求大家去探索。这个命题是从古到今一直是中医学术界一个争论的最大问题之一。曾经有人说考古论今探命门，至今也没有就位置和形态达到统一。那么现在的中医基础理论持何种学术观点呢？根据命门学说它的生理作用来判定命门和肾的关系。命门学说的本质无非强调命门的火、命门的水，它在生命当中的重要作用。命门学说历代文献所论述的与强调肾阴肾阳为阴神诸阴诸阳之本意思是一致的、符合的。根据这样一个认识，所以现代的中医基础理论
强调同学们在学习时候掌握命门的生理功能，因为命门的生理功能历代医家都没有异，它的功能与肾阴肾阳相同。所以现代的中医基础理论结论是，命门的真火就是肾阳，命门的真水就是肾阴。强调命门真水真火的作用，无非是强调肾阴肾阳在生命过程的作用。至于原来历史上遗留下来尚没有解决的物形态结构的问题，仅存疑，有待我们未来的中医学者学术界去进一步探讨。今天这一节我们重点讲了肾的生理功能和生理特性，最难理解的是肾的生理特性，它的意义重大还难以理解。至于肾的生理功能，肠经主水纳气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但是肾藏精讲到精气的概念，肾所藏的精和人体之气是什么关系，将来再讲气血精金一书再进一步交代。这里面再次强调中医学那个气元论，就是古代哲学那个气元论，规定精气就是气，他俩同意。那么正确的分清这儿讲的精气为何物，关于这个问题，精气的问题，肾精的问题，至今仍然学术界有争论。那仅最新出版的教材，不同的教材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讲授这本教材，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观点来讲，这样处理哲学上气精气的关系，医学上气精气的关系，这样来定义。至于不同的学术观点，同学们可以看参考其他的书进一步去研究去。今天的课就到这里。